周文杰啊，其实咧你是读得书噶，唔好将啲时间浪费喺打波啊、音乐啊呢啲嘢上面啊。有机会，你要写啲歌，要散播啲正面能量俾人先得噶嘛。我都挺好的，但是你估你真是星啊。我想跟我的中学老师讲 shut the fuck up。 我叫小虎啦 ，yellow 嘅，我就是 BMW 系林 Great Form 作室。我就今天才识佢嘅，咁啊头先未开镜之前都倾咗好多偈啦。老师 shut the fuck up。系啦，咁嗱就咁照字面解，我真系唔系好中意老师喎。系啊，又唔系好中意啲老师。唔妥佢哋嘅教育嘅方式啊。可以講解啊，講解嗰個創作嘅靈感係 base on 啲乜嘢咧？係 base on 我自己讀書嘅，因為其實我以前讀書就唔係咁好嘅，但係我一直都有好多其他興趣，可能由跳舞開始先，再到玩音樂咁樣。中學已經開始跳舞啦？係啊，我中三、中四嗰陣就已經去跳街舞咁樣。我每一件事即係中意嗰件事，我就好俾心機玩咁樣。係係啦。咁但係喺學校即係。學校嗰件事佢就會同你講、啊、你要 focus 喺裝英數啊呢一啲嘢上面咁樣，可能有啲打波嘅朋友都會知道就係你，佢話：哎呀，書又唔好讀，去咗打波咁，但係我就係中意打波，我真係俾心機做呢件事喎，咁樣我就好 fuck 呢件事喎，咁咁最尾就係我 quit 咗 school 咁樣，跟住但係最尾又叫刪咗個 label， 真係一個 rapper 啦咁樣，咁我做到呢件事。你 quit school 嘅意思係即係你讀到中幾啊？我讀到中五咯，都中五係啊，但係佢叫我再重讀多年，咁即係要我好遲先畢業，咁我覺得啊好白痴喎呢件事，我咁遲先畢業，咁不如出嚟做嘢係咪？係啊，嗰種感覺，所以我就 quit 咗。quit 咗啦，跟住最尾嗰件事又 OK 咁樣，又唔敢講話好好啦，係啊。OK 啊，即係起碼真係做到個 rapper， 咁我就寫翻呢只歌啊，一嚟就係泄憤，同埋即係好似講翻啊老師，你講嗰套唔一定啱噶咁樣，哦，嗰種 feel 咯。咁但係成間學校嘅老師都係咁，即係都有中意嘅老師或者有唔中意嘅老師啊，會唔會咧？定係全部都唔中意啲都？大部分都唔中意，有兩個 OK 嘅，真係有兩個 OK 係啊。但係即係佢都係鼓勵下你啊，或者即係傾偈。佢又唔係話叫好鼓勵咁，佢都係鼓勵翻你讀書嘅。但係佢係會叫做比較明白你咯，係即係我都明白你中意呢樣嘢咁樣，唉，俾即係都會叫你俾心機做咁樣，但係都係要讀書咯，前提下真係。咁爸爸媽媽有冇反對或者支持啊？你而家做緊嘅嘢，佢應該都知道你係會係一個 rapper。退學嗰陣，佢就當然係反對啦，但係。即係好咁大個人，佢反對都好難去改變我做一啲決定，咁我最尾都係 quit 咗。媽咪就知道我做緊啲乜嘢，媽咪又睇我聽我啲歌，睇我啲 MV 咁樣，但係家姐老豆就可能唔明咁樣，但係媽咪都支持嘅，即係哦，既然你都做咗呢件事啊，你又話你中意啦，咁要做啦，係咯，咁樣咯，係咯，咁好好啊，都好啊，佢之前唔明白嘅，而家慢慢越嚟越理解。咁你幾時開始係中意音樂啊？即係或者你中意 rap 啊，中意 hip hop 呢樣嘢？其實以前唔中意啊，即係以前又唔可以話唔中意，但係冇咁中意咯。係，就係打波開始先。以前中意做啲運動啊，籃球啦。係啦，如果中意 hip hop， 正常好似係似係打籃球嘅。嗯，嗰陣就未接觸 hip hop， 打波先純粹就，但係之後就可以跳舞啊咁啊，慢慢又唔可以話好熱血、好中意咁樣，慢慢就成為一部分咯生活咁。但係你中學有冇跳舞嘅咧？即係中學有冇啲society 嗰啲數係可以參加去跳舞啊？我冇參加過啲咩，冇嘅。我自己覺得學校嗰啲 dance 數好柒嘅。都正常嘅，都明嘅，都明。我喺街嗰度跳咯嗰陣。你街度跳就所以，但係你嗰一個人定係？唔係，我哋東涌有一個 group 嘅 group， 即係一個廣場咁樣就長期有人聚集落去跳舞咯。就喺嗰個街嘅個廣場就識新朋友。就喺嗰度識新朋友。JB 就係咁樣識翻嚟啊。JB 係咁樣識翻嚟。因為我知 JB 嘅開頭都係跳 street dance 先嘅。係啊係啊，佢而家都跳緊，佢都仲跳緊嘅。但係佢比賽嗰啲先跟住先變成一個 rapper， 好似你都係跳舞先跟住先後尾。先變成 rapper 啦，咁就會唔會係因為 JB 而加入咗 Greytone 咧？加入 Greytone 其實又唔係因為 JB， 係因為 Candy 嘅。上年年頭一月咁樣就係佢執咗我同 Friday 翻去 Greytone 咯，就係咁樣簡單。係我自己冇話
即係超大志願咁樣啦，起碼就希望有日可以做音樂過到生活咁樣就好開心，真係好難，好難啊！係啊，香港好難啊！你第一隻歌係寫咩咧？即係第一隻歌係講瞓唔著覺嘅，其實係啊，即係歌名係咩啊？安眠藥係啊，就有冇 featuring？ 冇 featuring， 有啊，有 featuring， 其實 featuring 嗰個就係、是。在那隻歌出了之後幫我拍第二隻歌的 MV 的導演，他們一起玩音樂，他又拍攝東西，是的，來那陣間唱的那隻在者宇宙內都是跟他 feature， 都是 feature， 是的，那MV 裡面都通常都是他操刀的了，我現在出了的 MV 有三隻，那有兩隻都是他，都是他，是的，即之後都暫時都是找著他先啦，未知，是的，未知，會有，會找其他人再合作一下，因為未必隻隻都是他的嘛，是的，想試一下跟其他人不同合作，但是跟他合作是最舒服的，是的。你會怎樣寫歌呢？一個人還是一team人這樣？即你的靈感是怎樣來的呢？寫歌的靈感就真的有些時候很突然的，真的是一句嘢咁樣，可能本身冇乜意思嘅，咁嗰句嘢幾有 feel， 你自己賦予啲意思俾佢。哦，即係揾落去啦。有冇例子先？即係咁啊，譬如你諗翻下，最近寫嘅歌咁樣啦，有冇因為個源頭係我寫咗邊句歌詞，跟住我就成段 rap 我就咁樣嚟噶啦。其實有啊，都有幾隻歌係咁，可能啊 ，F4Cover 其實係咁樣嚟嘅，係咯，食煙啦，食煙啦，跟住大概我們每個人都寂寞，那個副歌都是這樣來的，是的，其實就是聽到那個 beat 你哼到什麼出來，但我覺得有時候那些東西才是最正的，是的，你寫得越久的未必是最正的，可能一下那個感覺是最正 的，你就是不斷在加而已，就是，大概我們每個人都寂寞這樣，就是我拿那個 feel 就是我以前回散工，再之前一點就是回散工，可能這個人今天見一兩天，那個人今天見一兩天，但又會聊天的，okay。 我第一句歌詞是你懂我嗎？我懂你嗎？大概我們每個人都寂寞樣，哦，其實即是我跟你會聊天，但是我們好像不熟，不認識大家，跟住，我又好 feel 寂寞喎，你又同我做緊同一份工作，咁你係咪都係咁樣嘅 feel 咧？所以就大概我們每個人都寂寞。要 dedicate to 咁樣，呢只歌其實就係我入公司嗰陣寫嘅歌，係入公司第一隻歌，嗰陣就些少覺得自卑嘅，因為自己唔係一個好有音樂底嘅人，就無啦啦可以去咗一間好正式嘅地方咁樣。咁隔離啊，係一啲本身已經有成績嘅人，咁就會有種自己俾自己壓力咯，完全係自己俾自己，但係又好似避免唔到咁樣。咁而家就過咗嘅嗰件事係啦。咁呢首歌 Dedicate to 就係嗰陣就係我對自己唔夠信心，不如你即係，就是，我寫呢只歌俾你，你話翻俾我聽，我係咪可以就咁寫呢啲歌詞就 OK 㗎啦？係啊，即係你寧願我整一啲歌出嚟，如果有人跟你講話，喂 BMW 可唔可以再好啲啊？你係 enjoy 嘅，我覺得會 enjoy， 即係有人喺下面留言同我講就話哦。啲歌詞內容都幾好，但我覺得個曲風可以大膽啲。咁其實係需要呢啲説話話翻俾你知，我覺得啲時候，因為寫歌每一個人都有 comfort zone， 我覺得。我想問你一個好私人嘅問題，我記性好差，所以有時候我都會記錯歌詞嘅。係你點樣去記低嘅？定係會，唉，突然間做 show 唔記得咗 freestyle 咯就得㗎啦。其實都會啊，即係其實是近排才發現呢個問題嘅，即係我開始就，原來我真的會忘記自己寫啲歌嘅歌詞，因為一定會的，因為我之前啲歌嘅數量未咁多咧，可能係啊，同埋我寫完一隻歌之後，我就係咁擺耳機度錄自己一隻歌，所以都會記得嘅。但係近排發覺開始，唱到嘅時候就唔記得歌詞，原來係真的會咁嘅咁。冇啊，都係出 show 之前 prepare 多啲咯，係勁練咯，係啊。一隻歌我問你大約聽幾多次咧？自己嘅歌，即係嗱，你做住嘢會唔會聽歌咧？做住嘢，翻工唔會，但係搭車啊、出街啲時間就一定會。咁你點樣接觸到 Great Tone 呢間公司？你頭先係講過啦。佢叫你簽啊，定係你自己以話我都想簽喎。嗰陣佢係 Friday 轉達同我講嘅，即係話Great Tone 想揾啲新嘅，係啦，想揾啲新嘅 artist 咁樣，係啦，咁又揾咗佢同我咁樣咯，係啦，咁我自己當然係即刻噏頭嘅，真係，因為其實本身自己都
都即係玩音樂咁樣，都就係開咗個 YouTube channel 自己擺歌咁，其實都係算乜都冇係。我同埋我覺得做到當然好咯，即係係咯，即係好似一個機會咁樣，學你話齋咁，但係又本身對自己冇乜損失啊嘛，反而淨係得益添，即係有好嘅 producer 一齊合作，去學更多嘢，同埋呢一年嘅沉澱都真係。會多了很多不同新的想法睇。可唔可以講下簽咗公司之後學到啲乜嘢咧？學到啲乜嘢？其實學到很多以前可能 hip hop underground 咁樣嗰種睇法，同一間即係 records 公司咁樣嗰個睇法完全不同嘅。咁可能以前自己都會想就係、是，我、哦、自己啲歌多啲 views 啊，多啲人聽啊咁樣。但係以前會有啲執著呢件事添嘅，甚至係。但係而家就放得好開，因為。發覺就係如果當你 YouTube 好多 views 啊 ，IG 好多人 follow 啊，但係而家呢一刻過得唔開心，你而家呢一刻真係呢一刻過得唔開心，個生活過得唔開心，咁嗰啲都冇乜意思，嗰啲真係睇一睇開心下咁樣，係咯。其實係有啲預計之外嘅，一嚟係因為成個 hip hop 嗰件事比以前多咗人關注，成個 hip hop 咁樣。咁以前我哋可能我十六七歲，我睇完一隻幾千嘅歌，一萬嘅歌就覺得哇！都好多人聽咯，已經係咁樣睇嗰陣。自己嗰陣十六七歲就想，哦，廿歲嗰陣可能有隻歌萬幾 views， 咁我就好開心啦，我就滿足啦。但係而家都算係超額完成咗，所以都好開心睇翻之前嘅諗法。但係香港冇一個頒獎典禮係放一個 hip hop 噶嘛？自己有冇諗過話希望將來香港都有頒獎典禮咧，放 hip hop 嘅？其實想就一定想有嘅，但係我覺得未必係必要咁樣，始終。它是一個肯定嚟嘅，但係冇呢個肯定又唔代表你的音樂就咩都唔係咁樣，係啦。但係會想咯，即係因為是文化嚟噶嘛，其實你外國你rap 嘅 label 係會被人認做係白金，會有最佳專輯，係咯，有個系統，係啊，係咯，同埋你可以話翻俾自己知你做咗啲乜嘢咯，係咯。而家香港嘅rapper 就好似自生自滅啦，有啲嗰種 feel 咯，係啊，女主角咯，係啊 ，yeah， 同埋好似對歌詞內容嗰樣嘢都仲係有啲咩好開放咁樣，其實粗口呢樣嘢其實大家都識講啊，咁我覺得。可能流行歌嗰種 vibe 未必好啱，但係如果係其他音樂類型嘅話，就冇必要去特登冚住呢件事。咁暫時有冇遇到好多 hater？ 會睇咯，一定會睇嘅，真係。同埋唔知係咪大家都係咁啊？我啲 friend 有啲時都係咁，可能正廷呢邊有八二個 like， 呢邊有兩個 like， 但係都係睇咗呢邊，你明唔明？係咯。但係而家就冇理咁多，因為你最緊要知道自己做緊啲咩啫嘛。咁你 fulfill 到自己嘅時候，人哋講咩咁，其實都已經唔關事，你滿足緊自己啊嘛。係咯。你而家20歲啦，咁又有冇啲可能你識得啲十幾歲嘅，佢已經對 rap 有興趣嘅，你就想幫下佢啊？有啊，其實而家都有做到有緊呢啲嘢，我有教下啲興趣班咁樣，係咯，即係話俾大家知點樣去 rap 咯，係啊。教嗰興趣，你點遇到嗰啲學生咧？嗰、那個興趣班學生都係中心收翻嚟咁樣嘅咋，係咯。但係都係啊係啊，有個音樂中心咁樣，我就喺度長期教班咁樣咯。即係教 rap 嘅，教下佢哋。係啊，點樣去？點樣思考下？係啊，點樣去寫？點樣諗？點樣？係點樣砌啲字咁樣啦？係啊，同埋都會有啲人 IG 就揾我問下我寫歌嗰啲嘢，咁我答到就答咯，係啊，我都係咁。咁點樣面對一啲問啲好無厘頭嘅？問題咧，即係可能佢都俾份詞嚟嘅，即係 rap 嘅事，但係我真係唔答喎。點推咧，或者點樣去應對咧？我都遇過呢啲，即係佢係啊，我係會如實同佢講嘅，真嘅。但係有啲時候佢問得太多，我就唔答咯。即係我唔係老鳳答你噶嘛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因為。我答你咁，我答完幾次，咁我冇理由 keep 住你係咁問我 ，keep 住係咁答噶嘛，係咯，咁我可能唔理咯啲 message， 即係一兩個人係試過咁樣，但我唔理啲 message。我喺個200万錄音室裏面靜音樂，你喺間 Berry 垃圾中學教音樂，一樣似個 Turner 就 Spine， 一樣似個 Hustle and Grind。Find what you say， I'm the proof， 我證明唔需要跟你嗰套，都揾到屬於我自己嘅路。中午未畢業冇大學問，但係我係鬼通嘅音樂人。